如果你离美女的路还是那么的遥远，请注意了，以下不要做这些。来，小心，我离美女的路算近了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算近了。好，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呢，我自己最在意的就是双眼皮。 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，哎，那你既然觉得眼睛，对眼睛，因为我看女生眼睛真的很烦，然后很多人说，哎，那你要既然你双眼皮你很在意，那你为什么不去直接就是割或者缝？对啊，是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妈给我生的眼睛就是每天会长得不一样，然后左右也不一样。那你去割就好了，割跟缝也不一样啊，就是。 你割完了，缝或者是缝完了以后，因为你天生的天生会这样嘛，起来会这里比较肿，或者这里比较宽，对，割完的效果就是等于你割完的会一个比较宽，跟一个比较细，哦，真的，哦，好像这算怎么对称也没办法，没有用，很难对称。然后其实我今天的状态算是好一点点，因为我今天一起来看，哇，我今天的眼睛还算完美，因为我平常我这一只会呈现一个就是很。 就是很压，然后因为我这只双眼皮通常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这只通常问题比较大，所以呢，我因为没有去做手术那些的，所以我就买了非常多的双眼皮贴。哦，对，大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看光是双眼皮贴就是有这么多种形状哦。哇，像这种的短短的呢，它就是给那种你知道吗？就有的时候你的双眼皮可能只是前面有一点点没固定，就是你知道重点式的，重点式我就会大概就贴一个短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要是说你贴太长的话，那个旁边外面哈会整个翘出来，哦变太肥。就你一张开，然后旁边就会有一条你知道那个线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很烦，然后每次的状况不一样，然后这个大家看这个也很酷，这很厚。对，然后它前面前端呢是窄的。 然后后端呢是比较宽的，嗯，对，这就是给哪种人，你知道吗？给那种内双的。哦，对，就内双它不是就前面弄一点点，然后后面有点凸的，那时候你就要把它给处理一下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光是双眼皮就有各种类型的，嗯，哦。然后之前呢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有被一款烧到。 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眼药水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啦，这也是双眼皮，这样子，因为它那个时候呢，它那个什么网络上面介绍的时候就说它是非常的非常的隐形，贴上去完全看不到。结果嘞？所以我就立刻买了，但是我贴上去之后，我发现好像效果还是大巨蛋最后一排的人都看得到，也是不至于啦，也是我们自己有在贴一下。但其实它这一款已经算是很不反光了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已经好了，看不出，对，这一款我觉得已经很不反光了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化妆在眼皮上面，其实你这样子在盖缝或什么，其实因为它会有一点点的那个厚度在，所以其实还是感觉得到明显，对，还是感觉得到双眼皮，所以像其他的也都是类似
是我一直以来我都有在买的，因为就是任何款式我都想要试试看，因为那个眼皮真的是困扰我太久。嗯，然后这一款呢，这个很有名耶，我看很多人用啊。对，这一款是双眼，不是，这是双眼皮，现在拉，对，拉开，然后拉的是粉红色的，我之前有用，但因为你要一拉后，它旁边那个线会慢慢翘，翘起来。然后这一款喜欢是双面胶的，对，就是你粘上去之后，它把你上面的眼皮也粘住。对，就是你无时无刻都是都黏住，闭不起来，两面闭起来就会很诡异，对不对？对，闭起来会很诡异，闭不太起来吧？闭不太起来吧？你们要看看吗？这个是要可以给你们看看。可是这么厚哎，这么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是可以打开来的。它就是两边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它是这样子打开来，然后它只有中间这一条。看到没？它是这样子，然后它旁边那两个白白的是让你把它给拔掉的。好，我先试试看这个，这个，然后你把它这样子，要拉。哇，他还留指甲，所以更难。对啊，做假指甲很难呢。谢谢，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拔掉。哎呀，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太难了。鬼浪鬼，鬼浪鬼。因为你现在有画眼影啊，上面有粉。因为对啦，有粉呐。对啊，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材质的双眼皮胶，都要在眼影之前先粘吗？有的，我会建议，如果是你已经画完眼影的时候，你那个双眼皮胶要再涂一层那个刚刚粘假睫毛那个胶。对啊，要不然它会，因为它上面有粉，它的附着力就会减弱。对，后来你找到了，我跟你讲，哪一个眼皮有问题的，买它，买它，我连盒子都还留着，因为买它，拜托大家买它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它这个呢，虽然像是那个双眼皮胶的感觉，但它其实它是涂上去会像是一个薄膜，
就像是这个双眼皮贴的感觉。嗯哼。对，但是因为你自己画，你自己涂，你可以选择，哎，我今天的眼皮呢，我只想要固定一点点，那我就只涂短短的一点点。对，然后就是说呢，我今天眼皮整个都是上不去，我要很大一块就可以用很大一块。我先弄给大家看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是，这个很难吧？哎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哎，我每次看你这样那么兴奋，你后面都会翻车。哎，你上次那个剪头发也是就在用这个，然后结果就卡住。对，等一下我们不要讨论过去的事情，我们要向前看。对对对对对，好。所以这个也是要在画眼影前，然后眼影哦，在眼影前、眼影后都可以。但我个人啦，我自己试过，我觉得我喜欢眼影后。哦哟，对，是你现在的状态。对，我现在的状态哦。等一下，我以前有用过这个。好，大家先看看我现在。现在的眼睛，先看我那眼睛的那个双眼皮的幅度哦，大家先注意了哈。等一下，好，大家把它那个幅度把它弄宽一点点。嗯哼，好，反正我就这样。哦，你会怎么那么翻车？你看他眼皮在跳，哎，看吧。等一下，你们大家稍安勿躁。用了这个眼皮会跳吗？不要影响我表演哦。你们稍安勿躁。你如果真的没有，这一次你真的没有成功，我就拿那一瓶抿你的嘴。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每次都介绍一些糗亏的东西，无微不微，你要认真一点。没有啦，真的啦，不然你离美女之路越来越远。眼皮超短，好，大，好臭啊，你的眼皮。要扇一下，扇一下。不是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他等他干，所以呢，这很痛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抖成这样。我还有带我的这个小帮手。等它回干是吗？对，等它回干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薄膜，就附着在你的眼皮上，然后眼睛就张不开了。不会啦，不会。那你需要撑的东西吗？你需要撑的那种？它有啊，它有一根棒子。它有一根棒子，它有附，我跟你讲，它有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我好奇怪哦。各位，见证奇迹。各位观众，等一下，我先给它，你知道，抠一下。哎，还要再压一下就对了。哎呦，妈呀，超美！哇，超哇，哪一只啊？这只啊，这只。就有吗？没有，宽度变超高，你们不要睁眼说瞎话。可是这个应该就只是你拨的这一下有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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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维持很久吗？它可以维持，因为它就等于是一个薄膜直接在你的眼皮上，但是又不会像我们一般这种的很明显的一个厚度。嗯，你就没了？有啊，怎么没了？那么明显，你们傻啦？没有，真的有啦，有啦，还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没有，你看我刚刚其实我的眼头没有那么宽，但我现在的眼头明显的变宽。你要跟另外一只比比看。啊，你微闭一下，我看微闭一下。反正要闭着，打开。哦，有啦，那可以，你可以扎三次眼，然后就没了。不会啊，再扎100次。越来越小哎，吃麻辣锅也不会溶掉这样子。哦，也不会，但是它非常。为什么吃麻辣锅？对对对，热流汗啊，然后体温升高都不会影响。不会不会，而且但是而且它非常的好卸。你用那个水这样撸一撸撸撸，它就卸掉了。嗯，这非常好用。那如果是我现在用过最好用的，反正大家看，真的差非常多。那是因为可以维持多久？一整天，一整天没问题，真的，这真的还不错啦。对啊，而且它一个反光，我觉得它很适合，就是手就比较笨的人。对，而且这个就很适合。那个双眼皮有些你真的不好贴，然后这个你的宽度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对，然后你的长度也可以自己决定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介绍给大家。哎，那步骤蛮简单，对，很好买，对不对？很好买，很好买，非常好买，大家现在就可以立刻去购买了。然后另外呢，我觉得你的细节控的力，对，我觉得你知道，因为现在真的很流行这些很可爱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有吗？你确定有在流行吗？你上次在那个韩国的什么很流行的法式来，很恐怖哎。对啊，不是那个绑辫子的，对对对，上次那个不是很流行，是我个人很喜爱。然后今天这个像今天你知道很可爱。这种彩色小夹子，哦，好可爱嘞！女团们都会使用哦。你看这个小雏菊的，我们这边就有女团本人。女团你们会用吗？不看你啦，不是看女团的头上有多少这个彩色的小橡皮筋，这就是这也是有很流行啊。没错，哎，流行，要不给你夹一个？我要给你夹一个，给你夹，哎，给你用。我也可以当女团啊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女团好，我给你这样这边弄一个。女饭团吧，喂，哎，是梅姐，最近觉得你自己压，我怕压的你头会痛，它是那个咔咔夹，对，有吗？可以，你要再夹一个吗？哇，可以呀，我跟你讲，流行，哎，好好看，你再咔一下，我怕弄痛你，没关系了，小夹子，嘿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蛮好看的，对啊，然后再哎，好了，现在认证了吧？真的是流行的吧？对对对，是的，对，然后因为现在这样很流行，所以我也喜欢在头上放一些东西，像这个小抓夹。就是很适合，就是现在很多那种你知道，女团他们会这样子，
把头发这样弄起来。哪一团？一定要女团。真的啊，很多团要弄那个高颅顶的感觉，然后等一下。哎，但你要用那个发发。按那个发的，什么东西？因为他那边头发比较空，你也发现了哈。对啊，你不拿起来，你拿起来，空空，大家不想买。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，但是你我知道你那边秃嘞。对啊，对，所以我现在也是有点困扰。但是你知道女团会这边两边夹两个这样子，而且这边很多，你很空哎。哦，你还是放下来。你很空哎，太空了，会好一点。女团会夹，但是这边这边都很密。嗯，对啦，所以高颅顶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可爱，就会很想要学女团。但是我承认我是有一点点，就是哎呀，你跟我一。